冠军呢，还有总冠军的奖项，你说是巨额的奖金哦。哇！哎，这个啊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各位艺人同仁，大家有没有看到制作人刚刚啊？有没有？本来跟我们聊天聊很开心，有没有？手机掉坏了。马上一个脸错掉离开现场，天也不聊了，你不聊了，怎么就是10000多块？总奖金20000块，一翻两证，哎，好不好？好，好吧，可以啊，好，可以吗？你在难过什么？你在难过什么了？20000是真的要给人家的哦，真的哦。但是哦，我们就是一翻两瞪眼啊，有两个让他选一个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没有就没有，这个是增加奖哦。好，好，二十一机会 ，OK。好，马上进入我们非常精彩的下一关，来。异次元风暴游戏规则，由一人乘坐看似巨大章鱼的异次元风暴游乐设施，在转动的过程中竖起耳朵，听取主持人所念的10种同性质物品，之后只要每回答出一个答案就获得1分的积分。首位登场的是李延景，竟然像是冷感一样的轻轻松松就获得10分的积分哦。看来小中队想要在这一关展开反扑的攻势，可是要先问问潘潘队的丁宁同不同意喽。好，准备启动，上身啊，丁宁以外还有两个不速之客啊，还没有，还没有，好厉害哦，没感觉，来开始。两位根本是不速之客，是不是？你一定要出去玩一下，很好玩啊，很嗨，对不对？我看他已经嘴巴开了。哎，妹子，妹子，你还好吗？还好吧？哎，陈老板，你昏倒了啦，昏倒了。我的领带，昏倒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昏倒了。哎，昏倒了。怎么回事？没呼吸啊！哎，你这怎么了？呼吸不了。哎，受不了。哎，我叫医务室啊。破涕为笑，哈哈哈哈哈！这个太平常了。哎，这个芦笋汁是这一种
分处再拿十分。天啊，你们派哪位？维多利亚。维多利亚来来到这边。是耶。你们派这位啊？强啊，我跟你讲。那就稳死的吧。为什么要跟他傻傻的？有时候会突然开窍。傻傻的。不是，我因为我怕他傻傻分不清楚。哦。啊、老虎，老虎，傻傻分不清楚。你要安全啊！上，摩托 ，Let's go， 阿奇尼开始。
快点躺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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